边那个人他很焦躁，他越来越恶心了，怎么？你要不要让他表现一下？因为他今天费了心打。好，录影，好，大家录影。成龙大哥，好，哎，叶问，叶问，叶问，我要打十个。这样，哦，这是我最新。费玉清，费玉清是不是？让大家。九个。好，谢谢。他真是九。哦，最近我练了新的才艺。谁啊？是赖声川啊。也有人这么说啊，吴兆南，吴兆南，还有人说我像周星驰啊，是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啊非常适合啊站在这边啊，是是是啊，是啊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等一下啊啊，音乐先停一下啊啊，这个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啊，像你就像我女儿吧啊，康永很好，我们已经花了三分钟在你身上，你到底要啊，直接开始录了好不好？主持人啊，开始录影。你在扮谁啊？伟忠哥啊，你可以叫我伟忠，一点都不像啊，是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你为什么要穿这种中国服啊？哦，我觉得这是过年的一种感觉啊，每天都像在过年。我觉得在娱乐圈，这突然把刚才那段全部剪掉，我们从这边开始。今天的主题是在娱乐圈有个奇怪现象，就是很多经纪人明明带过非常红的艺人，那手上也正在发生了很多演艺圈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他们今天来康熙，却愿意把他们觉得最不堪那个团体带出来给我们看哎。而且我觉得被他们。捧的那个艺人好像不知道他们在那个制作人眼中是这么不堪呢。我们欢迎三位经纪人，好，你们好。这三位大经纪人呢，手上正在经纪的艺人或者曾经经纪过艺人，有一些在演艺圈已经取得巨大成功，比方说像 Andy 先生，他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黑社会妹妹跟棒棒糖。嗯，曾担任音乐台总监的 Andy 掀起艺能界少男少女团体风潮，可是他的杰作之一。所以这两组是成功的偶像团体，可是很奇妙，就是他今天要带来的不是这两组团体。陈婉若小姐呢，手上经纪目前最惊人的一个成就就是小胖林育群。对，有时尚教母之称的陈婉若是无数知名模特的幕后推手。听说美国有很多公司在争取他，是像他现在也是非要美国帮道奇队唱开场。是国际艺人呢，对，而且他已经确定是签给 Sony 了吗？对对，唱片部分。他在美国的经纪公司，我们你们合作的对象，对，我们现在还在，而其中洽谈的一家是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 CAA。他不会以后还跟布莱德比特同台吧？哦，有可能，因为其实像这家公司，包含 Tom Cruise 这些都是他们。是，你不要再说谎了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去过了。你说小胖会变成汤姆克鲁斯的师弟吗？有可能呢。对，因为你可不可以不要脸颊抽的？你稍微镇定点接受这件事情好不好？我那是最近压力大才抽的。好，宛若呢，明明有这么红的巨星在手上，可是他今天也很罕见的带了一个奇特的团体要来呈现给我们。那个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一个团体，我好期待他们。而且呢，今天在经纪人的淫威之下，那个团体可能必须要唱歌。哦，太棒了！好，还有一位经纪人克林先生，你带过的你在唱片界带过最红的团是马吉，马吉厉害哦，还有五六。资深经纪人克林，从妈吉五五六六到近期的姐姐林南海、倪安东，他合作过艺人不胜枚举哦。Yeah. 所以你带妈吉的时候是黄立成还在唱的时候吗？对，是，对，那是他们刚回来的时候。今天要呈现出来这几个团体，如果是我们当经纪人的话，应该会抓狂吧？我不会啊，我觉得宛若姐那个团体，我会愿意签下他们，独具慧眼，然后逢年过节就邀到家里表演。只是纯粹为了休闲娱乐而已，私人的那个欲望。那你受得了 Andy 那个团吗？他们跟其他的艺人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被你就是第一时间那个相中，然后捧红的吗？对，不，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啦，就是整个。Andy 今天带他们出来会不会很担心？因为他们在节目里讲话常常口无遮拦呢。因为其实为了要来上康熙，其实是我第一次来，那我其实刚开始是拒绝，因为我很不太喜欢跟他们上节目。对，因为你被他们陷害过蛮多次的吧？你帮他们擦过几次屁股？很多。你是说实际擦屁股吗？对，我是说真的。不是。好的，感情好了。太多，而且还要那个跟那个 NCC 写那个申请函，然后自己要打字，很好，道歉啊什么的，就。好 ，Andy 今天带来什么团体？我们欢迎他出场。欢迎，很好 ，Circus， 好，很好，欢迎。是
你们自己要求要跟安迪一起来的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是他自己想要红，好不好？他求你们吗？说带他来上节目？他求我们啊，我们是他经纪人。因为他本来，如果他不会说话，其他其他新人。因为我记得安迪的个性是以低调出名的，你今天为什么要上？他哪里低调啊？棒棒糖黑社会的那个评审，他很爱上电视，对不对？爱上。可是他不喜欢别人聊他的私事，是不是？他喜欢。我没有。真的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你们聊他的感情生活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。真的啊？什么都知道。我们会把。哎，因为安迪结婚了耶。哇！这话我不懂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因为我安迪结婚让你很惊讶吗？你难道不会觉得很多人都惊讶？跟他是跟一个不是，因为对他是那个女生结婚。因为我对他也不熟悉，可是他的外形就很像那种你知道比较妖型的男孩，漂亮的男生。你们四，请问 Circus 四位谁最勇敢？他瞪我们。对啊，我刚很紧张哎。这样好了，我自己讲好了啦。啊，对对。我结婚那天呢，其实因为很多艺人好朋友嘛，然后在那个，因为也是黑人跟陆嘉怡主持，然后 VCR 其实我吓到，因为第一个出来是潘玮柏，然后我的所有的家长全部的人都在，然后他就在 VCR 里面讲，因为他后来有来，因为他在拍戏，然后他就说，我真的不敢相信 Andy 结婚了，我一直以为他是。对，然后就一直在讲这个事情，然后我的所有的，然后女方家长年纪都很大了，全部人都是这样傻眼的在看。你说女方家长之前没有谈论过这件事？